还是为什么事情了吧？沈侯的考试试卷和你的试卷笔记一模一样。自己看看，你知不知道学校有规定，作弊一旦被发现就马上开除学籍？亮辰，我之前看过你所有的科目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，每门都好。你还进了最好的公司去实习。像沈侯，上科旷课，考试缺考。 他这样的人做出这种事情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可你真的太不知道爱惜自己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你写一封认错和过失，诚恳一点，看看能不能从轻处理。 我得怎么写啊？哎呦，你就有什么说什么，就写沈侯是怎么蛊弄你、威胁你，所以你才这么糊涂，犯下大错的。你们是要让我把错都推到他身上？这怎么能叫推呢？要不是因为他，你学习那么好，怎么会主动作弊呢？ 对不起啊，学长，这个悔过是我不能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写，对不起。杨晨，你怎么那么不开窍呢？你现在的成绩不容易，别因为一时的冲动和误会耽误了自己的前途。这样，给你一天时间，明天下班之前，希望你能想清楚。 小小，快去，快去！你听爸爸，快去爸爸去，你去，快去！爸爸，哎呀，爸！小小，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，做你喜欢做的事儿。那个，方杰啊。
人死不能复生。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看你都好多天没吃东西了，身体会垮的。小陈，好好劝劝你妈。我做了饭放在厨房，让她吃两口啊。是燕神家吗？林秀晨。你的录取通知书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要不是你心野了，一定要去上海读大学，你爸爸怎么会去教育局？怎么会遇上车祸？爸爸用命就换来这么个破东西，你这个造孽的，我们前世欠你的。你也是妈，你这个造孽的，你个造孽的，我们前世欠你的，欠你的。笑笑，你是不是都知道了？你别急，我马上到宿舍楼下了，你等我啊。能不能稍微开快点？这是限速，开不快。在这快有什么用？你想好办法了吗？喂，妈。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尽量快点啊！行行行行。